主席，即係頭先聽梁國雄議員嘅評論咧，我諗佢似乎唔係好理解審計署有佢個既定嘅職責，即係個衡工量值係佢嗰個基本嘅原則啦。咁啊，其實一間政府有機會咧可以解答翻啊梁國雄議員嘅批評，因為審計署我見到咁多份報告咧，即係絕大部分都係言之有物，即係有佢個理據喺度。主席就另外有兩個項目我想即係表達嘅呢，就係有關呢個嘅總目106同埋呢個嘅另外一個係涉及104嗱106呢，主席就係呢個雜項嘅服務，即係裡面涉及到好多方面嘅分目呢，可以話係技術方面係極為複雜，亦都好難以刪除嘅，所以就冇乜人即係夠膽刪除提呢個修訂咧，刪除呢個項目。呢個雜項服務呢個總預算個開支咧係去到119億，咁同去年預算呢個572億比較咧，係大幅即係削減嘅啊，即係只係舊年嘅1/5嘅啫。如果你計翻嗰個數字。咁啊，又似乎冇乜人就翻呢一個嘅削減咧，問呢個嘅問題。喺2013年嘅預算開支嗰572億裏面咧，實際嘅開支只係有3億啊。咁如果你講預算同埋實際開支嘅比例咧，我諗呢個係肯定係眾多項目裏面好奇特嘅一個。咁呢個有佢嘅原因嘅。因為呢個項目呢，好多時係涉及到有啲嘅補償啊方面嘅問題呢，可能係需要一個好長嘅年期至逐步支付，咁所以去年嘅預算可能要好多年之後呢，至係呢個嘅逐步同埋全面呢個嘅即係使咗有關嘅開支。咁但係基於呢個項目嘅複雜性呢，作為即係監察政府開支嘅機構呢，可以話係即係較難咧，係逐年去睇呢一個項目咧，而知道咦究竟政府喺呢個嘅項目喺呢個總目裡面嘅有關嘅開支是否用得其所等等咧，議員係好難睇到嘅。咁除非你係好有系統、好有計劃，亦都好恆心咁樣，亦都熟悉各種嘅項目，咁咧去逐年年年去跟咧，就可能會即係揾到一啲嘅眉目。咁就有關呢個2013年嘅補償開支呢，當時嘅預算都係去到18億嘅，但實際開支只係得呢個2.3億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現象呢，我係想呢個嘅指出。咁一陣間我就會即係用返一個嘅例子呢嚟睇返呢個項目其他透過其他途徑意圖去呢個嘅追尋有關開支嘅實際數字呢，但係政府嘅態度都係極為呢個粗疏同埋極為不負責任，係令你呢追查唔到或者係監察唔到呢呢方面嘅開支嘅情況。咁就呢個差異呢，就令到即係議員喺嗰個嘅監察方面會出現呢個問題啦。如果我哋睇返嗰個分目，因為總目下面亦都有好多嘅分目，好多時呢你係去到分目嗰度呢再仔細睇，同埋睇返分目裡面嗰個使用範圍同埋有啲嘅注解呢，你至慢慢比較清楚知道嘅問題。喺呢個當中分目789嗰部分，呢個係額外承擔開支嗰部分，金額呢就為呢個90億啊。如果同去年即係比較呢，亦都係大幅呢個嘅削減。咁而有關呢方面嘅開支呢，講緊分目789呢，好多方面係涉及到嘅措施呢，係涉及到某啲基金嘅成立同埋有啲基金嘅撥款啊。咁但係以至於呢啲基金嗰個嘅使用係咪用得其所呢，亦都難以從呢個嘅分目呢同埋個有關嘅匯報呢係具體呢一個嘅睇到啊。咁譬如即係有啲數字大家可能較為清楚啦，即係譬如喺呢個分目裏面呢，有關呢一個嘅延長公屋免租期啊同埋綜援額外嗰啲嘅開支啊，就喺呢啲分目呢係包括在內嘅。
咁但係基於佢嗰個項目涉及到眾多其他嘅範疇咧，即係你可能睇到部分，有部分咧係可能要仔細跟進咧，至較為明確睇到。但你單單睇翻呢個財政預算案裡面關於嘅項嗰啲嘅項目嘅財政嘅數字咧，正如頭先我所講係較難即係確實知道嘅情況。咁而裡面其他嘅分目咧，就譬如分目822同埋分目824咧，呢、這個係涉及到有6000万咧係用作提供款項俾呢個亞洲開發基金啊第九次同埋第十次嘅補充資助呢一個嘅活動啊。咁所以你見到總目裡面，當然頭先我提到有啲係房公屋嘅免租，有啲係呢個綜援嘅額外嘅即係嘅每個月，即係嗰兩個嗰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嘅額外嗰個繳付嘅費用。咁但係你將嗰個項目同埋即係亞洲開發基金或啲活動有關混為一提嘅時候咧，即係變咗嗰個嘅用途咧係涉及到。即係多方面，所以我一開始嗰時候已經講咧，呢、這、一個總目涉及到個複雜性嘅問題咧，係一般人係難以理解嘅。咁另外，我想指出咧，就有關呢、這個涉及到喺亞洲方面嘅扶貧嘅工作咧，其實喺呢個項目裡面咧，都係可以涉及嘅。咁就因為呢個亞銀方面嘅開發基金呢，好多時都係涉及到一啲嘅貧窮地區裡面嘅發展嘅所需啦。咁呢個透過呢方面嘅基金嘅支援呢，係令到某啲貧窮嘅地區個經濟發展同埋扶貧嘅方面呢，係可以呢個嘅即係喺呢方面作出呢個撥款同埋作出呢一個嘅協助嘅。另外一個項目我想講嘅咧，主席就係、是、涉及到呢一個嘅總目184。嗱，呢方面嘅問題咧，就係涉及到唔少呢個嘅大型工程方面嘅儲備基金有關嘅開支嘅。嗱，呢個184咧就涉及到轉撥各基金嘅款項。嗱，個數字都好驚人嘅，主席。如果你睇翻總目184咧，裡面涉及個項目係751,900,000嘅，啊，講緊2014-2015年。咁而呢個項目亦都係涉及到即係多個嘅分目同埋有關嘅基金，其中一個較為大嘅基金咧，就係分目984裡面咧，係比喻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有關呢個項目，即係喺嚟緊呢一年咧，呢一方面就去到50亿，即係喺70几亿裡面咧，佔咗差唔多呢個嘅3/4啊。咁而呢方面係用途咧，係作為呢個公務計劃、土地徵用、非經常性資助金。同埋主要系統嘅設備，以及電腦化計劃方面嘅有關嘅開支。嗱，有關呢一個嘅分目咧，主席，我想指出咧，過去3年我睇翻呢個財政預算嘅資料咧，即係冇嘅。譬如大家睇翻呢個總目政府啊，喺個總目即係提供啲資料咧，過去嗰3年咧，呢、這個嘅分目904咧係。即係冇嘅，係今年突然間咧多咗呢一個嘅分目，呢個係給予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嘅款項，即係涉及到呢50亿咧，係今年呢個新增。咁啊，基於即係可能我自己早前冇仔細察覺到呢一個改變啦，所以喺跟進嘅時候咧就冇作出呢個嘅查詢。咁當然喺今日之後，我哋會繼續跟進翻呢方面嘅問題。但係我想指出呢一方面嘅問題。即係呢個新分目嘅增加咧，係令人感到即係有好多嘅疑問啦。咦，究竟係咪政府即係咁多個咁多嘅工程超支係嘛？咁加就加咗呢個分目咧，係我嚟應付呢個工程嘅超支嗰個嘅情況啊。因為一個50亿嘅數字咧，係幾驚人嘅。另一個咧就係、是、涉及到分目988。這個是給予貸款基金的款項，咁而都呢，即係今年亦都係大幅增加嘅。
咁由去年嘅7億呢增加呢個3倍，今年係加至呢個嘅25億。咁呢個政府方面表示呢，呢個貸款基金呢個大幅嘅增加呢，其中一個主要嘅理由呢，就係呢個基金係撥出主要作為教育用途呢方面嘅貸款同埋墊資嘅用途啦，係咪？咁唔知係咪預咗更加多人申請呀，或者好多人借咗冇錢還而要墊資有關嘅費用呢，而大幅增加3倍，即係25億係一個極為龐大嘅數字。咁就這個我們稍後會在這個教育事務委員會和其他方面繼續跟進，看看確實了解，即是這裡不知道多少個老人家的即是豆豉鯪魚，不知道有多少個老人家的即是多少擔米，是吧，足夠他們吃了。但又不覺得有些保皇黨議員呢是關注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另外看回總目，這個104裡面作為轉撥個基金嘅款項中風非經營帳目嘅分目990，呢個係屬於賑災基金嘅款項。咁賑災基金嘅款項，即係好多市民都好多批評啦，係咪？特別好多賑災，香港嘅賑災絕大部分都係翻內地嘅。咁最近有啲嘅傳媒嘅報道呢，即係當年未必係香港方面嘅資助啦，好多賑災嘅物資呢喺度腐爛當然更加多嘅賑災嘅錢呢係去咗呢個嘅啲貪官污吏嘅手上。咁所以關於賑災方面嘅款項嘅處理同埋交代呢係不足嘅。咁呢一方面政府係理應即係呢個加以改善啦，導致到呢個賑災嘅錢呢唔會往往流入咗呢個嘅即係不知名或者係一啲嘅特殊權利、特殊地位人士嘅口袋呢，而令到呢一個嘅市民嘅利益呢個嘅受損。咁呢個希望審計署呢喺呢方面真係要加強調查同埋監察。但係我相信即係審計署都難以作出監察同埋調查㗎啦，因為返到內地嘅話呢，我相信審計署呢都無能為力。咁但係有關方面特別我最記得當時撥款嘅時候呢，即係我哋嘅好打得嘅司長呢都多次承諾呢就會加強呢一個監察，但係事實係咪咁呢？到現時嚟講，即係香港人同埋呢個議會呢都難以確實關於呢一個分目上嘅開支係咪正如政策裡面所講撥款時候嘅承諾，而係可以得到呢一個合理嘅處理。所以呢方面嘅透明度同埋個交代呢係必須係要清晰同埋明確。主席，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有關頭先我提到嗰個基本工程嗰個開支方面，同埋即係有關呢個開支方面係較難監管特別涉及到我上一個題目講到即係嗰個嘅有關呢、這個即係、補償方面好多時都難以呢個知嘅呢，即係如果主席如果你記得呢，我上個零兩個月前喺立法會提咗一個嘅即係答問呢，係問政府有關究竟華基即係十幾年前呢，即係收地嘅時候華基工業大廈究竟個賠償係點樣呢，我問咗連串嘅問題，政府只係好粗疏即係答咗一啲即係好簡單嘅數字，但係整體嗰個補償嘅撥款嘅細則呢，政府係完全拒絕透露嘅。即係譬如嗰個總體呢個嘅收地賠償咗幾多錢，整體搬遷賠償咗幾多錢，整體結業賠償咗幾多錢，有幾多個個案，呢啲數字政府係完全拒絕回應嘅。咁所以即係基於頭先睇到個數字係數以十億計，但係喺交代同埋問責方面呢，即係發展局即係近年嘅表現呢係令人感到呢個嘅失望。咁所以喺發展局其他方面嘅開支嘅局嘅開支呢，即係人民力量就提出即係有啲嘅修訂呢係刪減嗰啲局長嘅職位局長方面嘅開支嘅。咁但係基於呢個貸款基金同埋有關呢一個嘅總目裡面涉及到項目，正如頭先我所解釋呢係難以分出啲項目方面嘅即係嗰個嘅處理呢，我哋就冇作出呢個刪減嘅修訂。其他